李小龙，闻名世界的中国功夫第一人，他创始的截拳道和主演的众多影片，曾掀起世界性的中国功夫热潮。李小龙短短32年的人生历程，本身就是一个传奇。现在，这个传奇马上就要透过荧屏与观众见面了。电视剧《李小龙传奇》10月将在央视播出。该剧表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武术和电影巨星李小龙对弘扬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。彰显了李小龙的爱国主义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。除了功夫，电视剧还对李小龙的爱情、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详尽描写。剧中李小龙的扮演者陈国坤是从近百位候选人中选拔出来的，无论表演、外形还是功夫，他都最符合要求。论表演，陈国坤可是有一定经验，在电影《少林足球》中，他就出演了酷似李小龙的守门员。到了功夫里，他又变成了凶狠的斧头帮帮主。论外形，陈国坤有着与李小龙惊人的相似度，他本人也是李小龙迷，在模仿偶像的过程中，他的外形也得到了李小龙女儿李香凝的认可。I think he will be very good. I saw him in Kung Fu Hustle, and I have I know he's done imitations of my father before.And I think that he is a good actor and has a good resemblance, and so I think he will do a good job. 为了演好这位功夫巨星，陈国坤学习了整整一年的截拳道，并向李小龙的徒孙 Sam 拜师学艺，力求在功夫上更接近李小龙的气韵。对于将出演一个怎样的李小龙，陈国坤在开机之前就有着自己的定位。我觉得要演出来李小龙应该是建议会放弃的，有让人感受到他永远都要超越自己的感觉吧。电视剧《李小龙传奇》在李小龙的故乡广东顺德拍摄，并到美国李小龙就读的爱迪生技术学校、李小龙墓地等处取景，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李小龙形象。中央台记者邓琦、李斌，北京报道。